近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李小璐和说唱歌手皮筋万深夜在北京一家饭店里聚餐，两人吃完饭后亲密完毕，同回男方家中，一夜未出。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左右，两人才一同坐一辆白色轿车从小区驶离。此事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。12月31号，皮筋万微博回应称，贾乃亮夫妇一直对他关心爱护，实际也真当哥嫂一样相处，所以没太避嫌。当日下午，贾乃亮发微博回应称，自己了解李小璐的为人，也信任所有的朋友，相信一切都会很美好。那 PG One 和贾乃亮夫妇关系为什么这么好？早在今年6月， PG One 因参加一档真人秀节目走红，吸引了不少明星粉丝，其中就包括李小璐夫妇。在 PG One 的说唱比赛过程中，同为东北老乡的贾乃亮曾亲自用直播软件发视频为 PG One 加油打 call， 而李小璐也成了 PG One 的迷妹，不仅在参加完某活动后与 PG One 合影留念，还曾模仿 PG One 的招牌动作和说唱音乐。还有网友扒出，贾乃亮与 PG One 私交甚好，不时以兄弟相称，两人不仅在微博上互动，私底下还经常一起聚会打游戏。此外，在 PG One 的一次直播中，贾乃亮还与其连线表示支持，并称游艇会继续送旗，加油，要好加油，游艇我一会儿继续送旗哦。今年10月，有网友爆料，李小璐一家曾邀请 PG One 共同前往三亚度假，至于他们的关系是否如网传那样，还有待证实。新京报，动新闻报道。